帽子在哪里？你的帽子我不知道呀，我都没看到。哎，帽子放哪里了？那房卡给我，我找一下。嗯，我们退房了，打算然后去济南。好了，再看一眼这棵树，真的蛮好看的。退房。好，我们租的车，现在租车是真方便。我是订了一个叫什么，我都没听到过，一个叫什么一嗨租车啊，用这个租的车，然后我们打算租这辆车，然后去济南，然后到了济南我们去玩，玩好了以后直接就把车开回杭州了，然后在杭州还车，早上也是车子直接送到酒店门口。现在的话就是用微信也行，支付宝也行，它都可以去信用分嘛，去免押金，我们现在都不需要押金，直接就把车子交给我们了，然后就直接开走就 OK 了，太方便了，这个真的是太方便了。行了，我们出发去济南，出发去济南，这样的话我们五个人正好一辆车，因为如果不租车的话我们打车要打两辆车，因为有个驾驶员嘛，然后我们五个人坐车就很不方便了嘛。租个车的话我就变驾驶员了，我变驾驶员以后嘛，后排三个前排一个正好了啊。行了，出发，这辆是什么？丰田啊，丰田。哎呀，哎呀，有上车，好，走了，我开车。好，我们现在离开曲阜了，前往济南，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能到济南。我们从曲阜，然后直接高速大概80多公里吧，然后就到济南了。高速也蛮宽敞的，你看看，也没啥车，开着多爽。孝礼北，你好，稍等。好，可以扫码付的吧？可以、啊。好嘞。60。好，60。扫哪儿？我扫你。啊，你扫我是吧？啊，好好好，我开收款码。60。稍等，给您发票。好。拿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嗯，谢谢。好嘞。路不多了吧？路不多了。要后转弯了。200米后。我擦擦。对，他现在要求所有的都绑。他一定要你带的。好了，下了高速了，下了高速就很山东啦，是啊，这种路啊，旁边的这样的树。哎，真的是一辆车都没有，路上这开的真是带劲了。我们车子带着爸爸妈妈就一起到这边来，这边是一个南下干部，当时35军以及南下干部的一个纪念碑，这里有一个纪念馆，纪念当时从山东一直南下的这些老战士。现在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，哇，这里还有坦克飞机，当年的坦克飞机呢，应该。我爸到了这里就走得特别快了，跟都跟他不上。南下干部纪念碑，我看到了，上面应该像我爷爷啊、姥爷啊、姥姥啊这些名字应该都在上面，应该有好多的都是在萧山的。去看一下，馆里面肯定也能进去的嘛。那渡江胜利，这个就有是吗？这个就是姥姥姥爷有的那个，然后爷爷的那个奖章在哪里？好多啊，各种，要问我爸了，我就看不懂了这个。哦，在这里，应该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解放纪念章了。好，去看看。啊，这边，山东南下干部纪念碑。名字都在上面啊，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根据
中共中央的部署，山东分期分批在全国抽调干部南下。山东南下干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别离故乡，跟随人民解放军的征战步伐，奔赴沪苏浙皖闽赣豫鄂湘粤桂渝川，那哪里都有啊，黔滇等地开辟新区。山东南下干部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啊，就是这儿。好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啊，你们找到了？找到了，奶奶的长奶奶。哦。姥姥在这里。啊、哦，姥姥在这里。老爷老爷啊，李克修。这是老爷。爷爷呢？爷爷在三十五军。在三十五军啊。哦，在三十五军啊、哦，是没有放在一起了。李必都，我找呀。李必都。嗯，李必都，李必都的话，这样的话，他其实要比老爷要晚一辈，等于算是晚一辈，一来的都子辈的吗？跟妈妈一辈的，嗯，妈妈一辈，但是你不，啊，李必都啊，堂哥啊，这样算是，对对对，来，看到了鲜花，鲜花在车上，过会我去拿来，等会我们拿来。哦，那像姥姥姥爷他们是属于宁波部分的是吧？宁波呀，奉化嘛，不是奉化就等于说是从他们刚到的那个地点算刚到的那个地方啊、这边还有什么杭州部分，杭州部分省直部分，宁波温州湖州舟山啊、是这样。州的哦，这么多。温州的，宁波的，哎，那这个李惠都肯定也是一起的了。李惠都肯定也是。那这个李惠都肯定也是一起的了。还有李惠都了嘛？都是对了，李必都。李必都。那我横着排打就有了，一个两个三个。对呀、啊。那张兰梅。张兰梅、李福修。李必都。嗯。我老排在你后面。杭州部分，哇，杭州部分最多。杭州部分最多。这个是南下浙江的，那一块是南下福建的。那一块是南下福建的，福建的在那边，浙江的最多。这些名单的收集是怎么收的呢？他就是发一个通知，有南下的人，就自己去。我得到了信息以后呢，我就去给这个联系，他有电话号码。然后你就把资料什么发过去。他就要什么资料，有什么资料，有表格，按照表格还要填嘞，原来是哪个部队，立过功没有，这种都有。好嘞，鲜花，你来拿一下，我关门好了。好嘞，好，我们这里献个花啊。哎，献个花，那个，就这里。好了，找到了，这是那宁波部分的。对，这是宁波部分的。宁波部分就是这里。这里啊，我放你，你放你别蹲那里。那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。我放你去这里。哎呀。安息了，安息了，安息了，清明也快到了啊！正好特意赶过来啊！赶过来，我们从杭州赶过来。宁波部分在这里。所以啊，就你看这个，光是这个名单啊，就密密麻麻。那你就想，当初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人啊，往那边走，那有多少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你预定的。应该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了。大部分应该去世了，那我姥姥还健在呢，还活着呢，对。但是名字他也放在上面，就刻上了，还健在。健在没多少人了。所以的话，你就想密密麻麻的这些名单，这些都是当时活生生的一个人啊，一个一个的人啊。还有徐州的，我估计还有。那是杭州部分的呢，杭州部分、宁波部分。宁波部分。其实我们那个是福建。我们还有很多的认识的叔叔。湖州金华是吧？很多叔叔阿姨啊，那在这边嘉兴、绍兴、嘉兴、绍兴、金华，哇，反面这边还有，衢州，对，衢州、台州、丽水，就是要有很多认识，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在几
呀。对，几排几号不知道。名字找不到。嗯。衢州也有，对，台州也有，丽水也有。丽水也有，哎呀，还有那嘞，也是我们的亲戚。而且我们到山上，姓殷的了。啊，姓殷的。奶奶的，他们那个。我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，但是我们跟他们子女不知道呀。对，哎呀，反正这个离济南不远，来的时候可能从济南可以打个车直接过来啊，对对对，到这个地方。嗯，那坐火车到济南，嗯，济南你到这里大概是半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。啊，包个车，半个小时就能到这边了。整体的环境也都非常好，很漂亮的。做了这么大个纪念馆，它这里还有一个管委会，这个管委会，嗯，一年四季都有鲜花，在一种冰柜的橱里面给你弄在那里。啊，所以山东这个做的是可以啊，哎，山东就是，这些都是当年从山东出去的，全是山东出去的，全是山东的，这些全是山东的，全是山东，南下的是。好，我们再去看看我爷爷的，因为我爷爷他那个是属于三十五军，就是在另外的一块另外一块碑上了，是部队里面的，我们到那边再去看一看，好，我们在那里看一下。